better get back there and kill all the damn Chinese you find. Don't flush those Chinamen out of their tunnels on 598 now. 菊亭县观察所，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。喂，非常危险，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。报告，我去。崔神申请去一线，我批了。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0六人。怎么反击？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，5日将结束战役。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。